我呢，今天到了这个朋友的家哈，他的家整理到很好，你看那个他的灯很漂亮的，所以我过来的拍一拍他，拍一拍他，那些老外的屋，他弄得很好，这个。这个是应该是那个 bear 吧，是狗熊来了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啊！你看它的哦，真的很漂亮，你看真漂亮哦，真漂亮，很庄严，它弄得很好看嘞，很庄严，很庄严哦，你看它树上也。弄得很好，很庄严的，真漂亮。因为我自己住在这边了35年，都没有做过这个了，没有做过，因为我们都很懒惰去做这个东西。还有他的车库，你看他的车库也做得很漂亮，很庄严。树上呢，你看他的树上。树也做得很好，很漂亮嘞。我自己都没有做，每年住了澳洲35年，都没有做过这个。因为要很多工作的，很多工去整理那些灯啊什么，这样我们就没有做了。这个你看它这个非常漂亮，它的这个弄得很整齐，弄得它的屋你看很漂亮啊、谁看都觉得很庄严，很漂亮，很庄严啊，好了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啊！祝大家一切的世界圣诞快乐，圣诞节快乐。OK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如果有看到这个视频的，帮我点赞，我叫伊丽莎白，帮我点个赞哈、哦，谢谢啊。谢谢朋友，谢谢各位好朋友，谢谢。